者林希若台北报道。运动品牌 Puma 旗下最经典的鞋款 Suede 今年欢庆50周年， Puma 展开一连串联名活动，首播便是与三丽鸥旗下最受欢迎的卡通人物 HELLOKITTY 推出联名系列。这系列以1976年最原始版的 Hello Kitty 为设计主轴，可爱的牛奶罐是最大特色，并利用鲜明的白色和红色热闹开启50周年庆。联名系列最受瞩目的当然是 Suede Classic 鞋款，在鞋头、鞋带以及鞋侧 Puma 的标志大弯刀接彩，用招牌 HELLOKITTY 红色与鞋面麻板的 HELLOKITTY 图案相呼应，翻到鞋底也是惊喜，左右两阔角的鞋底拼起来正好是 HELLOKITTY 头上的蝴蝶结。 Puma 一口气推出大人、大童、小童、婴儿各种尺寸，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感染这股卡通魔力。除了 Suede Classic 鞋款，也有多款潮流 T-shirt， 经典的 Puma T 七复古连帽 T-shirt， 复古运动长裤，每个单品都有 Hello Kitty 可爱图案和牛奶瓶，搭配半透明帽檐的棒球帽、全透明插图后背包，是新春最萌装扮。庆祝联名系列上市， Puma 推出惊喜活动，1/7至20/2期间，在全台12个指定 Puma 百货专柜及门市免费索取 Puma Suede 50周年 HELLOKITTY 护照，汇集12款不同造型的 Puma Accelerated 纪念邮章，全部汇集完毕便有机会抽中整组共12款的限定 Puma Accelerated 纪念印章组。Puma 推出 Hello Kitty 联名系列， Puma 提供 Puma XHALLOKITTY SUEDECLASSIC 2980 元。记者林心若社。 Puma XHALLOKITTY SUEDECLASSIC 左右脚正好拼成了一个蝴蝶结。记者林心若社。帽子和背包也是亮眼配件。记者林心若社。红白配色很有新春气氛。记者林心若社。